他说不用。那这样，我们先送个礼物，再让他去旁边休息，好不好？先送个礼物。我们今天呢，广州站啊有这个舞蹈达人，咱们长沙肯定有，对不对？向来呢就被称为娱乐诸多的星辰呢，今天呢来六个特别可爱的男米，我们先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这六位男米呢，将为春春带来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舞蹈，来，先有请他们，欢迎。啊，我们有拿麦克风上来吗？都没有吗？好，我们先站成一排哈。是谁是主要的发起人？没有的话就下去了。Hello， 春春你好。你好。就没了。听说呢，这六个男生都是理工男啊，年纪不同，现在做的行业也不一样，对不对？啊，是因为什么才变成这么好的朋友？因为李宇春。女生之间因为春春成为好朋友太不奇怪了啊！六个男人两两配对，因为喜欢我们的春春成为了最好的基友。哎，要讲文明树新风了，对，基友。那说到呢，我们六位好朋友今天为什么穿成这样，我们请这一位看起来年少有成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来，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长沙男米的风格，我们喜欢比较搞怪的逗趣。你们要说什么就大声说嘛！啊，一会儿我在后台帮你们跪着求哈。来，我们准备好送给春春礼物的同时，带来一段很特别的逗趣舞，对不对？然后让春春也稍事的休息一下，好不好？来，有请。什么东西？男米么么哒！我就不跟他们么么哒了。好，我们刚刚春李老师啊，看过这支逗趣舞之后就怎么样？点评一下。是来砸场子的。是来，对，砸场子的。很像是寝室里面的人哦。他们是一支非常棒的天团。天团，你们以后有了新的名字了，六男天团，只有长沙男米才有，好不好？好，那我们这六位呢，今天啊、哦，看到春春派一个代表讲几句，好不好？哪一位来？春春你好。然后很欢迎你来到长沙，也希望你能够来长沙台湾蜜。我们想代表湖南玉米，然后再送你一个小小的礼物。好，我们干嘛呀？你们一起用话筒对不对？我以为你们要一起上，我他说一起，我就马上这样。你们是一起唱首歌是吧？长沙玉米球，我爱你。
谢谢，谢谢你们。别走，既然是啊，因为春春结缘，深深的爱着彼此，我们也让春春来疼爱一下南米。这个环节呢，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春春啊，会用自己的纤纤玉指，拿起一块这么大的饼干，然后呢，就是各种喂啊，平时你们互相帮助的事情呢，就让春春来替你们完成。来，我们工作人员上饼干，我去买这个。今天暂时没有口味虾，只有一盘趣多多，所以呢，我来为大家吃趣多多。下次趣多多应该在长沙做一个口味虾口味的趣多多吧，搞一点龙虾让大家尖叫声，可以吃得慢一点。吃人家的嘴短，长沙求歪蜜。台上的六位还将获得的是我们春春送给你们的礼物和专辑，好不好？有请工作人员。我们的南米今天在长沙被好好的疼爱了一番，把掌声送给幸运的六位。春春送上的趣多多特别为我们活动制作的饼干礼物，也感谢趣多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感谢趣多多和李总合作出了这么好听的 Dance to the Music。 我们一起鞠个躬谢个幕好不好？六位男米，男米么么哒。谢谢你们，谢谢。来这边请。心塞，我心塞。如果我说活动现在结束会被打吗？我怎么舍得我这张俊俏的小脸呢？我们请往前站两步。这个位置可以了吧？不要吵，再看台本。好美吗？谁？金宇春。我听不到。春春刚刚送走了南米，看到了长沙，你觉得长沙这些玉米啊，跟别的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他们特别的热情，但是呢，热情当中又有一点羞涩。而且我觉得长沙的，无论是歌迷朋友还是很多的阿姨，都非常的有娱乐精神。他们非常非常的热情，就像我常常会在机场碰到一个阿姨，然后她会突然很开心说：“君君啊，你好红啊！”我们把这个标准的教她一遍好不好？来，三二一。你很像是吉林的人来到长沙第二天说的四川长沙话，我心里面还特别的有自信呢。你好得，你知道这是你很白的意思吗？知道，又白又美，说的就是你。好，我们聊聊又黑又瘦的张亚东吧。亚东老师在抽烟吧？有啊有啊有有。哎，我一直以为就是音乐人没灵感的时候，像亚东老师说一直猛抽烟，会这样吗？他还好，他今年的不是今年，其实已经筹备两年了。他这两年当中，我觉得跟我
我在大概2005年、2006年查的时候也有挺大的变化。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比较的沉默，然后好像没有太多真的像朋友之间的那样的随意，可能更多的工作啊，然后在一起就是聊一聊音乐啊这样子。那现在呢，就是真的像朋友一样，然后会约着吃饭啊、吹牛啊、聊天啊，然后聊一些可能跟音乐都没有关系的，只是一些平时的一些兴趣爱好的，然后还有吃火锅啊，还有这个爱好啊。对，亚东老师非常在这个语重心长，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哎呀，跟春春最近的接触，觉得他长大了。”他什么？你两岁。春春，他为什么会说你长大了？是指这个音乐理想上的这张专辑更加有深度了，还是说你对于周围的人事经过这两年又有了更深的一些理解跟变化？我觉得应该是音乐上面的一些对话吧，因为可能之前我刚刚就是开始做唱片的时候，也许他有真的有推荐很多好的音乐给我，但是并不一定我那个时候的一个音乐审美一个标准就可以达到，所以也许那个时候我们俩的对话会有一些困难，有的时候他会稍微的迁就彼此的。对，对。那最近几年我们知道你把很多时间除了花在这个音乐上，还花在表演上，比如说话剧也有参演，对不对？是不是这也是使得你的这个音乐作品更加的成熟跟全面化的原因？我觉得是愿意去体会一些真实的生活，因为从出道以来其实一直被保护的比较好，那所以好像都一直在一个保护层里面，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公司啦、工作人员啦，好像很难自己真的把触角伸到生活当中。然后现在可能自己会去体会啊，包括演话剧啊、演拍电影啊，其实都是更多的去体会不一样的一些人生的一些故事。春春很可爱啊，我们在后台休息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带着她的孩子来了。哎，人家不是阿姨好不好？我的姐姐带着孩子来了，然后春春她会观察每一个人，就说：“啊，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哦，那位姐姐说：“哎，我喜欢你都9年了。”我儿子也快10岁了，哇！一晃，你们都喜欢春春几年了？6年。还会喜欢他多少年？1辈子。还会喜欢他多少年？1辈子。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就像2005年，我不知道会遇识这个女生李宇春一样。那春春回到这个地方，聊起这张专辑《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把这首歌作为整张专辑的第一主打，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声音吗？其实这张专辑用这样的一个名字，应该来说它是可以比较概括整张专辑。我在这大概2年的时间看到听到的想过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也是我觉得有一些也不叫总结，但是有点类似于总结的意味吧。然后从我这个1987年人生开始记事，一直到2014年，我对已经长到1.74米，然后我所经历的，我所遇到的，哈，主持人走掉了。然后我们说过合同里有不提身高这件事情的，没错。哦，我违约了。1.74米，然后呢？其实主要是讲的我在从一个小不点到现在所经历的一些很多的影响我到今天的一些事情、一些人物、一些重要的年份等等等等，每一个遇见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遇见都值得回忆的。我原来以为，因为我做过很多的明星的专访还有活动，我遇到很多的女生，她们都非常介意别人说自己的年纪，但是我听春春的工作人员说，哎，我们老跟春春说不要说自己多大，春春一上场就说啊，今年我跟你说多大，然后主持人就很讶异你的开朗跟这种无所谓，你并不在意，有的时候反而觉得越来越成熟带给你更多的是财富。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生的体验其实是一个财富，一个宝贵的财富。就像这么多年经历的一些事情，可能有的时候是开心的，当然也有一些不开心的，但是我觉得不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一些回忆，一些
对，包括身边的朋友啊，给你的鼓舞啊，那些都是可能在不太开心的时候你会特别的记得。所以不管是好与不好，我觉得都是要抱着一份感恩的心去拥抱生活。最好的最好的爱叫做润物细无声，就像你的歌声一样，不躁不闹，却能够唱到人的心里面。之前呢，我为了搜我跟你的照片，我就猛打在微博上李宇春广州，没有我；李宇春广州趣多会，没有我；李宇春张大大，没有我。只有打李宇春，然后哇，有一排当中有我。为什么这么说？我突然搜到了一个长沙玉米，他的一个征集帖，他说广州玉米的 VCR 特别的棒。他说长沙玉米，我们也没有什么太贵重的东西送给春春啊，喜欢他那么多年了，我们大家把一些好的回忆、特别想说的话都发到邮箱里面来，我们做一个最特别的、最真实的、最感动的，想对春春说的这九年里的话做成一段 VCR。 我不知道这段 VCR 会是怎么样，我和你们一样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成品，也是送给我们春春最好的礼物。我们一起来静静的看一下我们长沙玉米最想对李宇春说的话。虽然现在离这些很遥远，但是这个种子一直埋藏在
性，一旦发芽就会抑制不住的长成参天大树。因为我们都在努力，都在为梦想而奋斗，我们都在路上。2010，我不知会遇见你。音乐，我是一名和春春一样，高三才半路出家的音乐生。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但那时候父母更愿意看到我好好学习。直到2010的冬天，在我的坚持下，我终于翻山跨海，重新踏上了音乐之路，并通过一番突击考上了我现在的音乐院校。我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唱到我只剩最后一颗牙，爱到我牙齿掉光。促成了很多的缘分，有一些缘分叫友情，有一些缘分注定的是亲情，有一些缘分是爱情，有一些缘分它可能超越了我刚刚讲的这种关系的限定，那就是玉米对春春的这种爱。我们把掌声也送给台下每一个辛苦的自己，好不好？春春会认真记住每一张长沙玉米的脸，全国每一个玉米的脸，我们只需要花一些时间。那我们有很多的话跟春春讲，但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我们长沙歌迷的代表，他们有一些特别的祝福和礼物要送给春春，欢迎，欢迎二位。春春你好。你好。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长沙的玉米音工，叫林明，喜欢李宇春，好春春好多年了，他一直是我的榜样，我以后也要像他一样做个坚强的女人，在工作上面帮帮帮帮的。掌声。太紧张了，有点语无伦次啊。您口条很顺，来这一位，我帮您拿麦克风，您也介绍一下自己。春春你好。我是长沙玉米乐乐妈，从2005年遇见你，我觉得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谢谢你。谢谢。今天带来了两份礼物，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吗？春春你好，首先祝你新专辑大卖，也预祝你10月5号的演唱会圆满成功。今天呢，我代表长沙的玉米义工为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这里记载了2009年以来我们的一些爱心活动。有爱就有希望，有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愿意用自己小小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和幸福，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谢谢。好，谢谢。来，我来帮春春先拿着啊，因为还有一个很重量的礼物。来，春春你好啊，今天你带着新专辑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回到了梦想起飞的地方。在这9年中，我们见证了你每一次成长，让我遇到了太多太多未知的遇见的美好。谢谢你，春春。春春新专辑真棒，祝专辑大卖，麦蜜演唱会成功。啊，长沙玉米会一直期待着等你回来开演唱会的那一天。小雨，10月大连见。好的，谢谢。我亲手把花送给春春吧。重吗？谢谢，不重，不重哈。二位请留步来，中间别着急。二位，我说实话啊，看起来二位都是姐姐辈的人了。我们一人讲一个，为什么会喜欢春春好吗？喜欢她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这么的爱她，就有一股正能量，引着我们朝更好的方向发展。一个健康的艺人，一个带给正能量的艺人。没有任何原因，就因为他是李宇春。因为
为春春结缘，我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变成了手中厚厚的册子。我想影像能够记录下的只是片段，更多的回忆都放在我们彼此的心中。我们把掌声送给台上二位，也有请工作人员送上春春要为他们准备已久的礼物，两张签名专辑。谢谢。在一年365天斗转星移春夏秋冬的时候，有一种最美丽的遇见叫做李宇春。那接下来我们要听春春最最安静的给我们唱一首也是我自己最最喜欢的歌，我们一起说出歌曲的名字好不好？1987我不知有请李宇春。
今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春春，我相信很多的人是坐了很久很久的汽车或者是火车来到了这里。大家可能还不认识隔壁的他，就像春春说的，1987我不只会遇见你。去掉这个1987，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因为喜欢一个人、喜欢春春，认识我们身旁坐的人，跟他结缘，成为朋友，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件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会送出份大礼，礼物是什么？10月5号，你隔壁会坐的那个人，你会遇到的那个人会是在10月5号在大连遇到他的。那这一张是 YME 9年前五排 VIP 的一张。伸手，伸手，马上丢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支票很大一张，是对，跟我人差不多高，是这样的，最公正公平的办法，把最好的礼物只能送给一位。我们通过我们刚刚的微信签到，我们的春春自己来喊开始合体，好不好？来，请看大屏幕。3、2、1，开始。大声叫出自己的名字，给自己加加油啊！1、2、3，我不只会遇见你，听。虽然你用的不是自己的头像，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在不在？请你马上来确认。是一位男的，对吗？他将获得的是我们15号李宇春大连站 YME 的演唱会的前五排的 VIP 座位门票一张。我们工作人员的确认之下，是他，掌声欢迎他。这个掌声里面有。别激动，别激动啊！这么激动，那先下去吧，来。你好。你们在我的微博上艾特了我1000多次，说我是个企鹅。我想说 big big， 如果说用英文讲，最多是 pig pig， 也不至于是企鹅。春春，企鹅是什么意思？企鹅其实就是一种，对你表示的一种金羡慕嫉妒恨。企鹅，大企鹅，大大企鹅。一句话送给春春。好，春春，我是来自成都的，我也是四月份刚到。
到长沙工作嘛，喜欢郑州也是从2005年，真的我不知会在2005年在电视上，真是我转频道突然间看到你。那么以前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内向，算是一种自卑的小男孩，那么也是因为你一直给我正能量，让我成长成为一个比较阳光特别积极的一个小男人。那么现在也是说记得我也遇见过郑州几次，但是很遥远很遥远的距离。那么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真的好像好像在前进一步。对，很开心。那么，谢谢这9年有你的陪伴，有你的正能量。我希望未来陪你一辈子、一万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你是我的榜样，你是我的能量。你真的，现在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只能说爱你，非常爱你，永远的爱你。谢谢，谢谢，我也很开心，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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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有请工作人员送上这张无价的、最珍贵的。15号在大连的中正文化中心的 VIP 的座位，送给到这位来自成都的南米，你这只企鹅赚翻了！再次的恭喜你！最后在走之前，替我们的长沙玉米求一次歪米来，长沙求歪米，谢谢。现在我不拦你们了，尖叫声啊，掌声啊，因为春春很快我们今天的旭东会就要结束了，是不是还没看过瘾？春春的活动，一个就是春春的好为人，第二个就是长沙厂子里这群玉米的热情，还有李总的那一句长到了1.74米，谢谢你，1.74米我不知会长不到你。春春，最后我们去都会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长沙站，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想要送给台下的玉米？其实来长沙应该是次数比较多的，但是每一次来的其实还是有一种真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别人都说这个听到乡音会特别的感动，是。虽然我不是湖南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听到就是长沙的普通话，我都有一种像听到乡音的感觉。就像刚刚上来的那两位玉米，他们有中间有讲一句我特别的感动，专辑真棒，但是我讲不出来那个专辑真棒嘞。对对，每次听到这样的普通话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就像真的像听到了乡音一样。我相信这也是我湖南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我真的梦想起飞的一个地方，它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会希望可以时常回来看一看，品尝一下湖南的美食，见见这里的像亲人一样的朋友们。我不是会遇见你们，非常开心。长沙我不是会遇见你，湖南我不是会遇见你。谢谢你们一直的支持，谢谢你们，我会继续的努力，谢谢。春春把长沙当家，我们就特别真心的，我也代表长沙玉米对你说一句：常回家看看。那最后10秒钟，我们长沙要求歪米的用最大的分贝，好不好？我只能帮到你们这里了，今天也是够拼的了。3、2、1。收到就是表示一定会开，谢谢大家热情。
起今天2014立春我不知会遇见你长沙站区都会到此正式结束了，感谢品牌的全程赞助方，我们的趣多多品牌带来美食的同时带来了美好的人，欧玛最美好的尖叫，最美好的回忆留在这个夏天最美好的时刻，我们最爱的立春，8月24日下一站成都，不见不散。Thank you.